我们拿着我们自己的相机去拍照去吧。去哪拍照去啊？去这里边。去这里边去拍去啊？这拍的啥呀？这是我看你拍的。哎呦我的天啊，妹妹都在那拍上了，你拍两个了。我看看你拍的，我看你拍的效果，来，你妈妈看一下，真不真呀？哇，你拍的好漂亮呀，还好清晰呢，是不是？还有啊，哎呀，我们去里边去拍恐龙去好不好？好，走，走走走走走，别研究了，走，我们去拍恐龙去吧。哇，这个恐龙好大呀，宝贝呀，你快给这个恐龙拍照呀，快来快拍快拍。宝贝啊，妈妈用这个相机，你上这个恐龙上面，我给你拍一个好不好？来，你能上去吗？上不去。来，准备好了吗，宝贝？来，准备好了，我开始拍啦。哎，开了吗？开始啦。你看我给你姐姐拍的，还得在吃苹果呢。你看，好看吧？就是有点反光，回到家里就不反光了就好了。你看，哇，我们拍了好多呀，是不是？留作纪念吧。